我这还有，啊，为什么它是镜面的？我不要。好，我已经打开了，但是吧，我真是很久没有开直播了。对，我刚刚说我开直播，是的，新年快乐，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好陌生的 face，我的 face 跟以前长得一模一样，我又没有变化，但是我，你今天因为没有弄颅顶，戴了个发箍。我跟你们说，我今天跟我爸妈出去吃饭，然后拍了照片，但是在我爸手机里。等我给你们欣赏一下生图，我明天看看能不能发出微博。我拍了100多张，选了个10张吧。等我给你看一下，但明天我再精选一下，可能只剩1张了。有点肿。等一下。新年快乐！它是镜面的吗？它是镜面吗？我没发微博，我是说明天。我说我明天我如果发微博，可能发1张了吧？我拍了100多张，然后我刚刚跟我爸就回来路上选了贼久，选出来了大概10张吧，还挺好看的。但是不知道最后会发几张。今天好看啊，真假的？但我今天妆还化蛮久。不能都发，不能。我努力，我等会给你们看好不好？我今天穿裙子出门，你知道吗？因为我今天设想特别美好，我今天出门感觉自己是公主，然后后来并不是。好壮啊，这个显得，其实本人不会这样，但是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直播有什么好唠的呢？嗨，我觉得我今天特别伤心，我今天贼想喝一点点，没喝到。对呀，你大家都要上班了，明天是吧？我今天特别想喝一点点，然后没喝着，然后就喝了个星巴克，喝了一个它的新品，叫做是一个那种坚果类的一个新品，还蛮好喝的，一点点嘛。我想喝那个红茶玛奇朵加冰淇淋，把 Tony 抱过来，Tony 都晕倒在后面。明天要下雨了，是吗？是吗？其实这样，哎，但我今天觉得不咋冷，前两天还蛮冷的。前两天我都要穿羽绒服，对，加那个冰淇淋，它就会融化在底下，然后巨好喝。噔噔噔噔噔噔噔，给你们看我的鸭子队长。今天的妆有点辣，为什么？有什么区？我其实每次化妆，我都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我化妆有点，就比较随意吧，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技术可言。看冬奥会了吗？看了一点，涂一点，哟，感觉脸有点白。蹭一点腮红，没有冰墩墩，但是我有朋友帮我看，因为他
明他后天要去冬奥会现场吧？哇，你们知道吗？我那天看开幕式，就是我全朋友圈的人都在开幕式现场，都在什么各种举牌呀、啊，然后在各种就是参加表演，然后在那种宣传片里面，就是我朋友圈可能20个朋友都在参演，然后对他们就很忙。对，真的是，因为他至少有20个人发那个朋友圈嘛，就发他们在那个里面的照片，然后其他人估计也在吧，因为他们还有很多人是闭幕式的嘛，然后特别惨，他们开幕式完了之后，他们就全部都去隔离去了。然后我说你们开幕式完了不放假吗？他们说他们要隔离。然后我不是发冰墩墩的朋友圈嘛，然后中传的朋友就给我说。他后天去现场帮我看一下有没有冰墩墩。代购，他应该是代购吧。反正他们就贼贼忙，每天都在排那个冬奥。然后他们就是那种闭幕式的，然后就现在都还在拍，他们贼累。截几个图我把图，哇，这是在命令我吗？我不要。好像好没有，对不起，是单纯的我有点叛逆。美颜，口袋有美颜，口袋有美颜，而且头发这样遮着，你知道吧？我觉得是口袋它自带美颜，你知道吧？它就是会自带一点美颜，反正就是还，但我觉得是更新了比之前好看一点。就是比之前好看一点，但脸有点歪。我过几天就要去外地了，家人们，去几天要回来。我要去拍视频。过完年我要弄一个漂亮的指甲，去冬奥会吗？不是不是不是，去拍那个就是最佳拍档的视频，就是找一下我的小伙伴，因为他不是20号之前要交吗？然后就去拍个视频。我不是配对，我有我的伙伴。一个雷阵雨也没有参加。哦，我有听说，就是那个王者荣耀的那个，就是现在还是赢的嘛，因为我之前听说很厉害。哦，结束2天了。那大家是第几名？有名次吗？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了。不不，棒棒棒！戴个墨镜。他这样，
它固定不上。像眼镜的笔托，它是这个小鸭子的墨镜。进了8天啊，我都无法呼吸了，太厉害了！咔咔就是发，咱们雷阵雨就是非常的了不起。换一个大鸭子，我觉得鸭子队长超级可爱，我现在超爱它。这是我那天喝那个喝一个柠檬茶，他送的。你们知道？给他围巾纸。你们知道我今天吃什么？我今天吃了我以前经常在重庆吃的那个烤肉，但是改名了，就是韩越烤肉。你们吃过没？他现在改名叫什么？泰西烤肉还是什么烤肉了？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韩越烤肉，我记得当年就是还说我们 CKG 当时总选嘛，谁得第一谁就要请所有人吃那个烤肉。然后当时的第一就请我们全 C 队的人吃了烤肉。诶，换个大鸭子，可以。爸爸，你把手机借我一下呗。可以，你给我吧，我给你们看我今天拍的照片，好吗？Thank you。哼，我爸的壁纸可是我用，你们看，是年轻的我。给你们欣赏一下我今天拍的照片，有人想欣赏吗？如果没有人想欣赏的话，就不给大家看了。如果。还挺好看的哈，啊，可能看不清，就是还是那种啊，这边你站这 light，就是蛮好看的，给你们看，就是我觉得这张超级好看，但这张它就是你知道那个光是背着它不好看，啊。然后有一张我觉得巨有氛围，你看，这是没有 P 过哟，我觉得超级好看，你们懂吗？就是说，咱就是说这个好好看，什么？对对对，但到时候发出去，因为这是，但是我发出去应该会调一下色。你看这张没有 P 过，我觉得巨好看，有没有？有没有加大家？这张真的绝了，但是。我今天觉得很好看，我明天说不定就不发了，是不是？没有 P 过，就是，反正都是还没有，就是弄过的。哦，这个是一张侧脸，也是，就是反正都是我爸拍的，他今天还贼自豪，他今天就觉得他拍的很好。能 P 吗？不能 P 呀、啊。反正这我真的很喜欢这张，我觉得这张很漂亮，就是能，大家能懂吗？能懂我喜欢这张，就是我最喜欢这张。但是我看一下调色能不能调的好看。对，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是走路回家嘛，吃完饭，然后就是在那个天桥上面，我随便拍的。然后前面这个特别好看，但是它光线就是有点怪，是在一个公园里面拍的，就是我们路过一个公园然后拍的。
但是它这个公园光就不太好，我就看能不能发出来。对，我爸平常我本来都不相信我爸的，就今天本来是我妈妈给我拍照，然后呢，我爸就突然说他来拍一拍试一下，他拍的比我妈妈好，然后后面就一直是我爸爸拍的，拍了很多，但是给你们看我拍了多少照片，就是但是都是今天拍的，但是估计我可能只发一张，到时候最后。拍了很久，今天我爸可能给我拍了两三个小时吧，两个多小时应该，但是估计就是我最后可能只发一张，因为我对照片真的是，就是一小会儿我就会觉得很那个，跟你挑返图一样，真的吗？那你确实很久没有给我返图喽，不要闹嘛。那我就想选好看的，因为我真的是特别容易纠结，而且今天有一个特别搞笑，我给你们找，但那个不好看，你们知道是因为我当时我爸爸在给我拍照嘛，然后我妈妈在旁边把喝的弄洒了，你们知道吗？然后就是我妈妈拿着个那个饮料嘛，然后给他弄洒了，然后本来在拍照，我看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笑了，我就笑傻了，就是，哎，他怎么不笑了？就今天这个视频本来是我笑得贼开心。我看一下他笑不笑。你们知道吗？我一下子我就很开心，因为我妈妈当时她抓着那个饮料，她一下子她就洒了，她全身都是，我就幸灾乐祸。我就是一个坏蛋。然后今天这个视频我反复看，我再给你们欣赏一遍。你们知道我后来笑，就是因为我妈妈弄死弄死，就是笑声都不像我了。但是因为就是太搞笑了，谁懂？我的笑点就是有点低嘛。当当哒哒哒哒哒哒。吃一颗蓝莓的这个护眼，蓝莓的这个护眼片，非常好喝。哦，居然拍到它了！我刚刚直播前我还给我头发喷了点发胶，虽然。感觉好像没有太大的用处，对，但是还是说可以稍微的控制它不乱飞一点，这就很好玩，就真的是今天一路都在拍照。安迪牛，谢谢。而且我感觉我爸的手机拍照确实比我手机好看。坏女孩，还有怎么？哼，我笑点可高了。我来唱坏女孩。但他这个是在哪来着？我可以开一个萝莉音吗？我现在说话就萝莉音了，是吗？你们想要我什么声音？你们想要我什么声音唱？你都不知道吧？那你们都没有让人点过歌吗？那你就点我唱一首《新年快乐》。对，我是萝莉。冻住了你。Sorry。哦，这是男人，我换成个男人的声音。放开了你手，转过身只剩了保重，一话都没说，却哭了很久很久。我喜欢坏坏的女友，我喜欢哦，正常版，好吧。我磁性可以吗？时间在没有你的那一点，再后来酒吧的房间，舞池里跳动的音乐，熟悉的侧脸，Oh yeah。
方便洗手间，暖的靠在你身边，一色的眼神，一个指尖，有一份思念一眼。在谁的怀里总会有感觉，来看看你电影吗？现在明明是为你才能改变，却不懂它是很电吗？因为我真是听不到这个声音到底是怎么样。很电吗？是正常人的电吗？它能正常人的电吗？有点演唱会的感觉。给了的手整个身子上的包装，你坏都没说，却哭了很久很久。我喜欢画画的女友，我喜欢自己的感受，没单纯爱过，多余了那些温柔。没消失在无名大街，从此就没有再见面，好长的时间再没有你的泪点。再后来就摆在房间，屋子里跳动着音乐，熟悉的侧脸，的笑脸吸引视线，慵懒地靠在陌生的肩，黑色的眼神，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在谁的怀中会有感觉，被爱的深夜我在想念，明明是为两个人已经没有任何语言，曾经你纯真的永远，让我不顾一切开始怀念。迷人的笑脸吸引视线，慵懒的靠在陌生的肩，黑色的眼神，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在谁的怀中我小学的时候，我小学的时候，我的同桌，他上课他硬要让我跟他一起唱这些徐良、汪苏泷的歌，然后呢，他是班长，他还要去告老师，他后来还去告老师。我说你上课教我唱歌，你还要去告老师，我说你也太过分了吧，但是没有办法，对，但是吧。他就告老师吧，后来呢？但这个同桌我是到，就是到六年到最后了。不，但是可能是因为他是班长，可能因为我上课会看漫画。哦，是吗？那我关掉吧，回音太大了。现在好了，因为我当时上课特别喜欢看什么呆头，什么阿衰，就是。我那时候特别喜欢看漫画世界，我说过吧，我那时候真的是每周就是中午，因为我中午是回家吃饭的嘛，然后每周四，像你们应该就是除了广州之外的城市是周五才可以就是看到新的漫画世界还有这一漫客嘛，但是广州因为它好像是出版社在广州吧，然后我就周四中午就可以看到，然后每次周四中午我就是先不回家，我就是中午吃完饭我就先去就是那个报刊亭，然后买了那个知音漫客和漫画世界，然后再回家，然后下午就是我中午在家会把那个看完，然后看完之后下午就去造福人类，就给我们班上其他同学看。对，小学就是这样的，然后后来出了萨漫画嘛，然后也会看，就是零零后的童年嘛。但是现在好像没什么特别喜欢看的漫画了。对，现在我今天看了个电视剧，就是说出来大家可能说，嗯，你怎么现在看这部电视剧？
那好幸福，想追寻，对对对对，还挺开心的。这是什么歌呀？我不会唱，你要我编歌曲吗？等会大家又说要捂住耳朵跑了，那我就乱唱了。就是我今天看了《蓝色生死恋》，对对对，小学时候真的是很多漫画。我今天看了《蓝色生死恋》，你们知道我都流泪了，我真的很难过。你们看过吗？然后我今天问我妈妈，我妈妈说她以前看过，我是今天看的。我今天第一次看这个《蓝色生死恋》。我把外套脱了吧，其实有点热，说实话。一还是一吧，一一一，我看的一。对，是那个宋慧乔演的。我今天看的，我觉得那个男二好可怜。我唱一下点的歌曲，但是吧，我真的是乱，这首歌确实是没听过哈。我来就是跟唱，我来学会这首歌好吗？这个点歌的星星，咋还是卡住了？是咋？Honey, honey,
我没听过这韩语版，而且韩语版我有点揣测不出来他应该怎么唱。啊，把回音调，现在有回音吗？是因为我开的演唱会模式是吗？看一下。哦，那我没有听过这首歌，谢谢你让我了解了一首新的歌曲。哦，我今天虽然没有吃绿茶，但是我买了绿茶的面包诱惑。宝宝，你去做后面。那不应该是抹茶的吗？什么抹茶的？哦，对，我后面应该现在是他唱的。哇哇，他这个冰淇淋还是分开装的耶。面包，是有一家店，它叫做绿茶。哇，你们知道绿茶那个面包诱惑，它就是打包的话，它这个冰淇淋这个给我分装的。这是它的面包，哦，看，贼好吃，太香了，佳佳，这个真的是我超级喜欢吃，我就是。今天因为今天我们本来想吃绿茶来着，然后绿茶太多人了，然后今天就没吃着，然后我就说我走的时候一定要打包一份这个带走，然后就打包了一份带回家吃。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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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面包，看它这个冰淇淋，它冰淇淋也巨好吃，但它都融化了，直接淋在上面吧。真的很香，对，我买了那个绿茶的那个面包诱惑，最好吃。第一次打包，我还整个淋，哎，我感觉它这里面怎么这么多水？啊，冻一下再弄上去吗？有啥区别？会有区别吗？啊？还行。感受一下，哇啊啊！天哪，太好吃了吧！但是这里面还有，你就动一下才能弄上去。你要把它动一动吧，妈妈。我给你们看，就是。因为那冰淇淋它融化了，然后但是也把它淋上去了，它淋到这冰淇淋真的是巨好吃。哦，不用。哎，没有人跟我就是有共同的爱吗？我真的是说到这个我的口水直流。大家吃过吗？我觉得你们没有吃过，不然你们都不跟我共情，我这个真的巨好吃。啊，谢谢。天啊，今天是烟花，今天是那个烟花雨吗？哦，但它凉了之后它有点硬，它不像在店里吃那么松软。分别吃过冰淇淋和面包是吧？很好吃，重庆也有，可以尝试一下。今天放烟花是有什么奖励吗？为什么一直在放烟花？真的很好吃，
说啊，打包的没那么好吃，吃好端着，因为我在开，直播，而且主要是它现在不好插，你们知道吗？它之前它如果是软的的话，很软，一下就弄起来，然后现在就是有点困难，吃它吃的，说实话。那我不弄，工作党是不是明天就要上班了呀？是吗？是吗？学生党感觉还可以玩挺久的吧，除了那种要小升初，初升高，高升大的朋友，继续玩，不上班呀！哇，笑脸，明天上班，上班加油！又要开始开会了，又要开始开会吃美食。一年过去了，我们新年一起加油，好吧？上班有啥用？那不上班不是更没有钱赚吗？不上班的话，你就待在家里，你就家里蹲。为什么？是开会的时候被说的吗？那你都没有给我分享这件事情。西瓜冰哦，我要是来上海，我一定要尝试一下西瓜冰。真的弄得我很馋，因为我以前就吃西瓜冰。对，这也是我分享过的我小学的事件。小学贼喜欢吃西瓜冰，还因此中午午休的时候去吃西瓜冰，然后被老师打电话给家长。叫你下次乖乖听话。对，我小学吃很多很多美食。吃很多美食，吃很多美食。但现在长大了也喜欢吃美食，美食怎么能错过呢？可以不可以？冷吃兔，冷吃兔好好吃啊！就他们成都人不最爱吃兔吗？我唯一能接受的就是冷吃兔，因为我吃过一家巨好吃的冷吃兔，是他们之前赖俊逸还就是他寄给我的，巨好吃。你们知道那家冷吃兔绝了，真的，我觉得是最好吃的冷吃兔。我不知道成都还有没有更好吃的。就那个真的很香，因为我以前也吃过成都的冷吃兔，然后我觉得没有那个好吃，就是那个是我现在封神的冷吃兔。看你，你把爱咚咚咚咚咚咚，还有四分钟就关哦。对，今天开了直播，虽然没有很。不知道大家觉得震不震惊？谢谢左左的红包，新年快乐！也给我包了红包。Honey， 你把爱藏进我的心里。嗯，好怀念小学啊！我好久没有回我小学了，就是都没有路过了。之前还会路过，然后现在我感觉我们小学可能又变化了，因为之前。上次去也是门已经改了，就不在我以前进校的那边，然后已经就是另一边了，然后更大了，更好了，然后操场也是，因为我们小学的时候操场就已经算大的，算是我们区大的，算大的操场，因为我们操场贼大，反正比其他学校都大，
然后现在感觉操场更多那种设施，然后更厉害了，真好，小学生。我还见到了我的幼儿园学弟，因为就是我们小区，我那天跟一个小孩玩，然后他是我们那个，是我以前那个幼儿园的。给你们看我的贝儿，我的贝儿上面还带了一个平安符。我过年就只收到了爸爸妈妈给的红包，哦，但是也收到大家给我的红包，因为有很多粉丝就翻牌嘛，然后就说给我新年红包，我说谢谢谢谢。红包是祝福，多多益善。谢谢真还看房间的荧光宝，贝尔宝宝。哦，我真的是被冰墩墩弄得很伤心。你们知道，就现在我一打开电视看到冰墩墩，我都真的很难过。谢谢闭嘴爸的红包，真的，你们说怎么会忘记付款呢？其实我但凡我付款了，我现在都拿到冰墩墩，然后我现在就是在炫耀，明示什么？红包吗？对啊，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去哪买的？去北京吗？但主要是你说吧，我是今天爱上冰墩墩的，我说我买不到算了，你知道吧？我那天晚上就是我突然是觉得它好可爱啊，那时候还没有它还没有火，然后呢？那时候还有很多库存，你知道吧？我看到随便买滑雪的冰墩墩啥都有，然后就选了几个。我还想着就是到时候可以，而且我没想到它火，你知道？我还想着说握手会可以送给粉丝，或者多买两个，就是到时候比如说玩点小游戏抽，哎，看谁能抽到。然后呢，还想着说给好关巧的成员买个那个一起带嘛。结果我居然没付款。洪崖洞是正版吗？它也是就是他们官方出的吗？雪绒也很可爱，哦，冬奥会结束，就现在就特别想买，你知道吧？对，确实我觉得有收藏价值，很可爱。我以前有那个北京欢迎你，然后那时候不是特别流行嘛，然后买那个它的灯，我那时候最喜欢的是那个蓝色的那一只叫什么来着？贝贝晶晶，欢欢盈盈妮妮。是妮妮吗？蓝色的那只，就北京欢迎你。你们，我记得北京欢迎你有，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有黄色吗？反正我最喜欢那个蓝色的，因为我记得是当时是干嘛，反正我买了蓝色的，然后我就最喜欢它了。就跟我跟 Tony 的缘分是这样的，你们知道吗？就是我那时候根本不认识 Tony， 然后是我去那个。去第一次去迪士尼的时候，然后就是买想买一个头饰带嘛，然后就买了 Tony 之后，然后就爱上 Tony 了。其实我当时还在纠结是买达菲还是买 Tony， 如果买了达菲的话，我现在最爱的估计就是达菲了。就是有的时候缘分就是这样的，就跟大家喜欢小偶像一样，对吧？有的时候哎，就是因为一点缘分遇见了，就喜欢上了，就一直喜欢。也就是喜欢，就是我觉得就是算贝尔再可爱对吧，我再喜欢他，他是我的儿媳妇，在我的眼里他肯定不会超越托尼，对吧宝宝。哦，你们知道我看到那个圣诞节版的贝尔，你们知道圣诞节版贝尔吗？我刚开始还以为是不是官方的，我以为是大家自己穿的衣服，然后后来发现他是真的是有圣诞节的贝尔，巨可爱，就是穿的很喜庆很可爱。没有头饰的好惨，有谁没有头饰啊？哇，谢谢好久不见的路人甲送的红包，六六大顺，祝你新年快乐。笑，你咋这么可爱呢？你咋这么可爱呢？我觉得迪士尼，我真的很久没去迪士尼了，上次去迪士尼是2019年的时候，3年了。奥勒米拉，完了，我因为我其实小时候看迪士尼看的比较少，其实我很多我都不太认识。你在凡尔赛哦，你真的是凡尔赛。我可能都不太认识迪士尼很多人物，因为其实我的童年不是特别的迪士尼。对，我喜欢看喜羊羊。那只乌，
哦哦，我知道是那个乌龟了。谢谢论夏的红包，他没有头饰是吗？但是他也有自己的魅力啊，那个也很可爱，那个黄狗，小黄狗，小黄狗叫什么来着？饼饼，对，我有饼饼的围巾。大家都很可爱，迪士尼的小伙伴们，大家都是最可爱的。可奇安，你是每一个都认识吗？他们迪士尼的小伙伴们太牛了，佩服，非常的佩服。我之前看花车吧，就是我就大概知道他们是谁，但也不是特别认识。我之前连唐老鸭的女朋友叫啥我都忘了，黛西，黛西。然后人间迪士尼图鉴，是啊，他昨天是迪士尼，迪士尼之王，上就是上海人，好羡慕。我们广州人可以当什么之王？我们广州人可以当长隆欢乐世界之王。唐老鸭是你的童年，唐老鸭是什么动画片呀？我以前看米奇妙妙屋，拍一圈。哎，我其实就是后来去迪士尼，我都基本上纯玩，而且可能因为我是跟上海的成员去的嘛，他们都是年卡会员，你知道吧？他们根本就不在意拍照，就是大家都纯玩，像他们说素颜曲，我们这种外地人对吧？就会去拍拍照。噔噔噔噔噔噔噔，你咋这么可爱呢？他是男二啊，我以前看米奇妙妙屋，脚脚脏脏。哎，我小区我又新认识了几只猫咪，我去过去逛花园。哎，但我因为那些项目还蛮好玩的。因为我其实就是喜欢玩那种各种项目，因为我去长隆也是，之前我跟他们玩那个十环过山车，你们知道吗？就是一直还蛮那个还蛮那个的，就是因为它一直还蛮刺激的，就一直给你悬空，然后确实挺难受的。但是就我玩这些完全不怕，我还蛮喜欢玩过山车的。我小时候最喜欢玩海盗船。海盗船，对，要香哦。小肚子，小肚子，小肚子。但现在贝尔都还没补货是吧？哎呦，你的脸脸，你的脸怎么，这毛都飞了。很火，什么很火？你说贝尔吗？我在说他还没有补货吧，就是迪士尼官方啊。新春的哦，新春的应该也超级可爱吧？那其他小孩就不需要抽签就直接买是吗？我们托尼是直接买就好了是吗？只有贝尔需要说就是这么复杂的程序，都要抽啊。哦，新春款肯定很可爱。我还有去年的新年的托尼，在那坐着，我给他们全部排排的坐在那儿，排排坐吃果果是吧？他见到哥哥们超级开心，对不对，贝尔？哦，一天一色啊，还有三分钟我就要关了，大家准备说晚安了，准备说晚安了，大家要早点睡觉。我这两天睡得还蛮早的，就是。我昨天吴雪宇找我聊天嘛，然后我说我要睡觉了，他说你居然睡这么早，我说对，因为真睡有点晚，虽然你刚来，还有三分钟时间呢，对吧？我开这么久了，噔噔噔噔噔，别走别走，不睡觉了吗？不睡觉了吗？不睡觉会变成什么猫眼哦？
哎，但我觉得熊猫眼这东西是不是基因问题？就是有的人怎么熬夜吧，他也皮肤很好，就是也没有黑眼圈。像我，我发现我小学就有一点黑眼圈，就是有的人吧，好像咋熬夜都没黑眼圈，看我就有黑眼圈。哦，天哪，冰墩墩，不认识了。那我跟大家都认识。变成冰墩墩呢，还蛮可爱的。我身价暴涨。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家大门常打开。那我今天居然穿裙子嘞，居然是我新买的裙子。好像是，但它很，它超级无敌大，你们知道吗？贼大，就是后面空出一大块，我感觉它这个可能版型很大。我最近发现还蛮多小裙子，还蛮可爱的。上镜了一次，还会见到第二次吗？嗯，会吧。如果说有适合穿的场合，还会穿。显得我很壮，真的。我只想说很大很大，就是感觉自己特别自由。好，准备要关了。拜拜，晚安，大家早点睡觉，不要再去其他直播间里晃悠了，也不要再玩手机了，睡觉吧，睡觉吧，各位，拜，好吗？好好睡觉，明天发微博的记得点赞，万一只有一张，大家要相信我真的拍了几百张，其他直播间就是很多直播间，拜拜，晚安，晚安。